有一天，有个女孩找到手环，当她戴上之后，居然听得懂所有动物说的话。奇幻冒险就此展开，不要害怕，我们是你的朋友。谢谢，你们真是好人。充满爱与希望的喜喜公主，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我答应过森林里的动物们，我不能弃他们不顾。太好了，你们的妈妈看到后会很开心的。喜喜公主就在今天卡通台。